因为这个景哦，这个景真的是太棒了。不能躲，不能躲。Waking up to my heartbeat, accompanied by the rain, the soreness in my eyes. 你开过去再走上来。I'll send you an SOS. I'll wave like it's nobody's business. Give me some time to breathe. Give me some time to speak. Cause I know the truth inside. And I promise you this time, no. 这是给我们的吗？哦，这个，这是那个停车证件。OK， 顺利先停车，然后现在去上去去陪你 Coco。Call my name when you need a friend, no bravado, no bravado. It's okay, you can put your luggage here if you like. That's what I mean. Okay.Number 6.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Bye-bye. Have a great day. Bye-bye. 所以现在来到房间开箱时间，好，马上带大家旅游一下这个饭店。首先一进门呢，空间非常的宽大，然后右边是卫浴设备，等下过来看。现在看这边左边，哇、哦，算了，先看前面这个景好了，这个景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没有错，冲绳就是需要这个沙滩的景。来。打开来看一下，听一下，看一下这个人们跟这个沙滩。看看不到太阳，但是这个时间点，哇，好棒啊！下面好多人在玩耍，啊，超多个泳区的，还有飘飘河，跟这个大水桶，小朋友在玩的。然后这边有个沙滩，可以去直接户外踩上个沙滩。然后这边有外围。保护者，所以都非常安全。哇，这个景看来就很秋。如果有夕阳的话，应该是更美。回到房间看一下，那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衣柜，还有附浴袍，然后鞋子跟睡衣系列。那它这边呢，就是有附水，然后一台咖啡机，然后它胶囊都在这边。看一下，有超多胶囊跟茶包的，所以其实你时间够的话，应该是可以喝个够爽。下面呢，就是附一个简易的保险箱，看你有没有需要锁钱。然后下面是一个冰箱，冰箱柜，我们刚刚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哦呦，杯子，我刚以为里面没有什么，还有一根搅拌棒，厉害厉害。第二个呢，哎呦，又是杯子，这还有茶包。第三个呢，哦，热水壶，热水壶。另外一个是那个冰块的，那个房间的总览好了。这是我们房这次住的房型。它这间饭店名称，这间饭店它是所有房型都面海。这次住的是两张单人床，这次住的是两张单人床，然后东西就还蛮基本的。那它户外阳台灯好像是刚刚说晚上不能开，是不是？反正我们就不要去动它，就这样。好，反正就是这个景跟这个休息空间很棒。接下来去看我们的厕所，厕所呢一样就是卫浴分离，就是前面是厕所，小化作跟厕所，然后这边出公用，基本上配置是差不多。然后这个石材的琉璃台站，看起来非常质感。然后这边该附的东西，卫浴设备都有，还有镜子。哇，这边啥都有哎，这是可以洗浴景点吗？哇，这间真的是要早点来，可以耍，可以耍很久。
我们看一下基本上看的吹风机，吹风机算是大台哦，这个吹风机应该是够力的。然后洗完澡的浴袍跟两个毛巾，大浴袍。浴室呢有一个浴缸，然后有联盟。外面这边呢是可以直接看过去的，是有点小尴尬哦，它是没有网挡的。这个门可以关起来，笑死！这个门可以关起来，所以洗澡的时候大家互相给隐私啊，这边是挡不住的，这边挡不住。No no， 刚刚的房间开箱完毕，接下来呢，我要准备去享受这边的设施了。现在是在刚刚看到画面是在室内的游泳池，室内游泳池开放到7点，所以我们剩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玩一下啊，我们就稍微泡一下水，明天早上再进入化正式的设施。放一台洗衣机，可以洗脱光。这个肠道好安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啊，房啊，这样对台湾人是蛮敏感的号码。987。现在来到冲绳饭店，名城饭店的晚上。就是我们的夜景度假中心。我们刚才有的地方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室内游泳池那边旁边有个健身房，然后一楼的部分都是餐厅，一楼部分都是餐厅，中间这一池是比较高级的中央泳池，那个可能需要付费多一点，那使用者付费多一点。那我们预计明天早上就是早点起来吃个早餐，然后就是来这边逛逛。天哪，我好喜欢这个 ASM。好棒。在刚好这个电视有中文导览，来简单带大家看一下。来先看一下这个中央水池设施，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套房才能使用，所以这个我们这种平民是，用不了的。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儿童水池，就是那个有个大水桶会水淋下来，这个这下面有写哦，大家自己看一下时间。可以如果自己来时间，可以自己截图一下。室内游泳池就是我们刚刚有去的那个泳池，它就是除了其他月份以外，都是到七点的，晚上7点。海洋游泳池应该是比较开阔的、比较大的那个，一样到6点。那7、8月份的话会到7点。游水游泳池这个是那个有漂漂河的，据说是有漂漂河那个，然后它一样是到6点。四季泳池这个是在那个室内游泳池外面那一个小小的半湖，但是它也是到6点而已。这个我有点不太清楚，它好像是说室内游泳池会早上，比较天亮的时候，它会把它可以开放，可以从室内游到室外，这样子两个这样循环。但好像还好，然后7、8月份一样，旺季的话一样到7点，所以7、8月份来的话应该是比较赚一点，时间会拉长一点，但是可能机票也贵一点。喂，看一下健身房。健身房呢，有就是一些品牌健身品牌，
然后时间一样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有附哦，那对，他里面自有附他自己的鞋子，可以另外穿他的布鞋，然后耳机跟毛巾。他在室内游泳池旁边，所以你要游泳再健身都 OK。其他就是 SPA 跟精品店的，这个应该差不多开到九点多，所以这个就跳过。最主要就是上面这三个，太夸张了吧？中央水区有那个呢，水舞秀呢，夸张了吧？中央水区有今年这样子吗？夸张了吧？错的夜晚，我必须讲，这间饭店它的隔音真的是超屌。哎，差不多大概七点多，天色没有到很好，但还 OK。因为原本预测是说会下雨，现在只是稍微阴天，下午也许会下雨。所以早上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吃个早餐，等下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的早餐吧，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些设施。OK， 准备来去吃早餐。两张早餐券，哇，要等耶，而且它是个遥控器，那就看来我们只能先去外面走走了。趁现在没有人走，哇，有些东西看出去不一样。啊，是我们那边上面那最后面那边是我们住的最后的地方，这边就是飘飘河。Waking up to my heartbeat. 那边现在现场人有点多，感觉会影响。那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其他游客，所以我决定就先装东西，给大家过来分享大概。Let's go. 你看到这个咖啡粉直接拿下来，日本好像也是很多，很日式不掉。开吃，看一下我们超级小冰盘，超可爱的，我每个都稍微夹了一下。南方的还有葡萄。这是我第一次吃海葡萄，它酱油味有点抢戏，怎样？好像还好。那我夹一点那个苦瓜，哦，他那个苦瓜不是你的 style，no no， 看一下。自助可爱的味噌汤，七点半就要到这里。玉子烧，目前排行第一的应该是前面的啊，也不能说第一。鸡肉都跟这猪头比较多吃，牛肉我觉得还好。然后这个不知道怎么比，我中哪一个？那是鱼板。还可以，正好。鲑鱼，这鲑鱼看起来很肉的。鲑鱼，不错。我们就现在好好享受这个早餐，然后等下就去外面享受一下它的泳池。你要吃快点，不错。哇，好棒的设施。要说进到沙滩去，天气们看起来不错，没什么雨，沙子呀，马上前往下面沙滩。哇，轻啊，水超轻的。里面有三个，也是刺痛的。
哇，大家在等这个制裁的时刻。哦，不能躲，不能躲。下雨啦！好快！你看我整个飞出去了。现在就走这个水下道，不是飘飘河道。他说禁止潜入，那就不能潜水，意思吗？对。它是一个总池，你可以这样子脚跪着，然后这样子用手去拉你。刚刚是，然后这是中央水池，中央泳池，有钱人的地方，然后再准备去这个海洋泳池，比较大，然后阴影面积比较广的泳池。现在这个刚好这栋大楼挡住那个日出啊，不错。开个泡水，开泡水，看着出去，很棒，休息一下，等下再去看会。刚那个滑水道是有点恐怖，休息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海景，这海滩要确定了，这海只是青色的，怎么会这么蓝啊？好奇怪啊！你要到外河才看是深蓝色，这种海不应该是蓝色。但它那个前面这些浅蓝是浅青色，为什么会这样？好臭啊！